的有个洞啊，它就会水淹进来啊。现在出入是不是就非常不方便？对啊，对啊，那车子都下去就会淹到水。以前上次台风有淹进家门哎、欸。开始淹的，对，是今天大潮就会积水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们那有个洞啊，它就会水淹进来啊。现在出入是不是就非常不方便？对啊，对啊，那车子都下去就会淹到水。今天是大潮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中午以后吧。中午以后哇，对，也不一定啊。以前上次台风也淹进家门哎，所以。逢大潮，你们这边就避淹这样子。对啊，所以就是要把前面那个挡住啊。所以这个工程都没有人来改善的。里长有在用了。家潮透早几点落雨吗？差不多半暝啊淹哦，半暝啊淹啊，真过一日天台啊，风台拢安啦。啊，即摆无法度出去吧吼？无法度，外口有大包，内底也大包。台湾的眼睛，民视。